首先呢，我們頒發呢是五十年黨齡的先進，我們先頒發五十年的葉權樹先生。葉權樹先生，五十年的黨齡啊，的確啊，人生沒多少個五十年啊，沒多少個十年啊，那麼五十年的黨齡，加入國民黨已經五十年了，謝謝。第二位是王國儀先生。王國儀先生，我尊敬的國民黨啊，知你的路在哪裡，大家服務了多年的國民黨。接著下來呢是歐慧林先生，由於今晚沒辦法出席，但有時沒辦法出席，那麼委託下鄧少華先生，我們一位中華民國的老的裁判啊，那麼代表去領取的。接著下來鄧光漢先生。鄧光漢先生，有俾你掌聲，我鼓勵我哋表揚下我哋呢啲啊。跟住係張國財先生。張國財先生，潘志榮先生。先生，以上几位都是加入我们中国国民党五十年了。哎呦，这个日子啊，半个世纪哦，谢谢。咁啊，六十年嘅咧，其实都有两位噶。咁啊，因为今晚咧，佢哋都未能出席。咁啊，一位咧系关德祥先生，同埋另外一位咧系郭达志先生嘅。咁啊，接住落嚟咧，係呢一位咧，係加入咗咧超過半個世紀嘅老黨友。呢一位咧就係徐漢昌先生。徐漢昌先生，佢加入咗中國國民黨七十年啦，七十年啦。我想請大家起立，向我哋呢位老黨友致敬。人生七十古來稀，七十年的黨齡的朋友，實在在香港呢難得啊！我們希望在下一個十年裏面，我們再見到，再跟阿徐漢昌先生呢一起歡度，歡度呢是八十年的歷史的。好，謝謝。多謝曬，多謝你啊，康叔。九十幾歲啦，十幾歲啦，啊，繼續去打這個鬆鬆嘅輪。緬過山時咧，真係啊入會噶，民國三十年咧喺福建入會噶。咁啊，今年幾歲啊？阿林強兄，九十九歲高齡啊。OK， 九十九歲啦。啊，下一年就百年啦。咁啊，多謝兩位，多謝兩位。毛巾里的毛巾里的